年度华人佛朗明哥盛会2016国际佛朗明哥在台北12月3号在中山堂热闹登场，舞蹈家许金仙女教授发表了她的最新舞作，展现佛朗明哥的艺术之美。由中华民国西班牙舞蹈协会主办的2016国际佛朗明哥在台北12月3号于中山堂演出，当天表演单位有佛洛代莲舞蹈中心以及许金仙女西班牙舞蹈团的舞者。我们离西班牙真的是千山万水，那在西班牙具备了所有的佛朗明哥西班牙舞蹈的那个所需的歌唱的家、吉他手、舞者，可是远在我们东方的我们就是缺乏这方面，但是我们缺乏，可是我们一样的可以把它艺术创造得很快乐。你看到今天满座的人都是这么快乐，你不觉得你好像就在西班牙参加一个盛会吗？让观众朋友不止欣赏表演，也能亲身体验佛朗明哥的魅力。舞者也邀请台下观众一起上台热舞，场面相当热闹。现在大家太严肃了，工作又忙碌，找一点时间大家很自由的跳跳蹦蹦唱唱，非常的开心，对大家的健康工作都有帮助。西班牙文叫做 macho 的，就是表示男性的那个荷尔蒙最充沛的那个气力，那么跳起来呢，它有那个特别的风度和气派。当天观众反应热烈，好评不断，舞者们精湛的演出再度为今年度的大型表演画下完美句点。记者陈明辉、戴华，台北市采访报道。